后大家再见面，必会更一双苦眼。明知要去此际不平凡，凭这笑大傲慢，头上望月明灯一盏，何惧无路往返。青云、若飞，你哋今日做得好好，话咁快就揾到咁多人帮我哋手咯。公公，都系你嘅面子够，所以全广州嘅武馆都俾面你。计你话下一步应该点做呢？公公，下一步都唔系好重要，当务之急系要先铲除姚立忠。冇错，今次姚立忠硬闯净水塘。如果我哋唔杀咗佢嘅，就收唔到杀一儆百嘅效果。咁以后我哋南都会响广州，根本就建立唔到威信。你哋讲得啱。如果你哋真真正正肯为我做事嘅，发散晒人去，好易揾到佢嘅。公公，我知道姚立忠匿埋喺边间客栈。不如我哋就派人喺嗰度埋伏，我谂一定会捉到姚立忠嘅。你傻嘅？姚立忠坐喺客栈等你捉嘅咩？禀告公公，欧阳姑娘已经嚟咗啦，请佢入嚟。系。李先生，哦，请坐。好啊。点啊？系啊，李生，我打算听日就启程翻上海噶啦。我？咁都好嘅，横掂你喺广州都冇咩事做啦。啊，呢张银票你攞去用啊。多谢李生。金龙帮嗰班人仲有冇麻烦你啊？有啊。不过会冇乜事嘅。我希望你翻到上海咧，就唔好同佢哋撒气啦。可能将来我会利用佢哋嘅。你想利用佢哋？多一班人帮手，点都好过多一班敌人啦。咁啊系啦。啊系啦，喺武术大会搞事嗰个人，你捉到未啊？仲未捉到，只要我哋发散咗人去，好容易捉到佢嘅啫。小姐，姚生翻嚟未啊？翻咗嚟啦。欧阳小姐，我仲担心唔知你去咗边度添。我冇事。我正话去过净水塘嚟，听李擎天嘅口气，佢系绝对唔会放过你嘅。我已经准备佢哋会对付我。阿香，系，即刻去买三张火车飞。听朝我哋一齐翻上海。系。等阵，欧阳姑娘，你唔使买我嗰张。姚生，你我唔可以同埋你一齐翻上海嘅，咁样会连累你哋。嗱，等过两日风声冇咁紧嘅时候，我就想办法离开广州，然后到上海天德堂同你哋会合啊。但系你自己一个人留喺度会好危险噶噃。你哋唔使担心，我有办法噶。咁我走啦。你会去边度啊？我已经揾到地方匿埋，你放心。点解咁开心啊？阿李公公，佢赞我，赞我。佢而家俾个官你做啊？就快噶啦，唔使咁耐嘅啫。青云啊，有件事我同你讲啊。唔好讲。
好攰，我想瞓啊。青云，我入房。我嚟俾翻啲錢你。由你自講。佢飲醉酒，我要離開廣州。去邊啊？上海。林都會嘅人，我睇佢哋絕對唔會放過我。如果我留喺廣州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系啊，如果佢真系要捉你嘅，你实走唔甩噶。你而家走啊！我喺西山嗰间破庙嗰度匿埋几日，等风声冇咁紧嘅时候，我就马上走啊。都好。梦影，我走咗之后，唔知几时再会见面，你要好地咁保重。想点啊？我哋安装主想请你过去一趟。呢次嘅事同李公公绝对冇关，安公公保证你嘅安全。请。安装主，姚先生果然想你。请坐。安德，有咩事请你快啲讲。好啊，姚生你快人快语，我就爽快同你讲。我始终好想同你合作一次。姚先生是我的客人，准讲冇礼貌。系。后生仔唔应该咁冇耐性，我都未讲完啫。我知道你对纪青云恨之入骨，我亦同你系一样。依个咁嘅反骨仔，无情无义，留喺世上做乜嘢得噶？我同纪青云一事，唔使挂粗心。唔通夺妻之欲，你都忍得嘅咩？安德，真人不讲假话，我睇你志不在此。有咩事嘅就即管讲。好，我而家问你啲藏宝图喺边度？藏宝图一早就烧咗。混账！虽然烧咗啫，你收埋盒人参咁耐，一定见过张藏宝图嘅。我希望凭你嘅记忆画翻张藏宝图俾我。如果你肯合作嘅，我保证你会安全咁离开广州。有心。如果我要离开广州嘅，我自己有办法。莫讲藏宝图我未见过，就算见过，我亦都唔会画出嚟。岂有此理啊！你既然竞争唔敢饮罚酒，我自然有办法令到你讲出嚟。
参见你公公。找到姚立宗未啊？仲未啊？就算找到他，都不容易捉到他。你都知道，我的武功是不及得他的。公公，如果不能够铲除姚立宗，我就不能够放下我心头的大石。你想怎样做才可以放下你这个心头大石啊？我希望公公你亲自出马。杀鸡又焉用牛刀呢？以你公公的武功和姚立宗比，当然有天渊之别，但是以南都会的高手来讲，就不容易对付他了。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吗？有，不过公公可能不答应我。那又未必的。难道公公知道我想什么？如果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我怎么称得是李擎天，又怎么可以在江湖立足几十年啊？拜见师父。咪住，纪青云，我可以将毕生的武功传授给你，但是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绝无反悔吗？绝无反悔。好，那你听住。第一，我不准你称呼我做师父，我要你好像现在这样叫我。第二，将来复国大计成功，我要你今生今世都追随住我。好，只要铲除姚立宗，我乜嘢条件都应承你。温公公，纪青云呢次唔单止得到李公公嘅欢心，佢仲收埋佢做徒弟。今后我睇我哋嘅日子仲更加难过。就系因为咁，我哋更加要想办法对付佢哋。咁公公有咩高见呢？我仲有个机会可以行嘅。姚立宗就系李公公嘅深仇大恨嘅人，只要我哋捉到佢，交俾李公公。咁我哋就可以立一个大功，到时就可以将呢个局势扭转噶啦。咁都几难捉到佢噶。就凭我哋两个，当然冇办法捉到佢。不过姚立宗杀死咗我哋一个人，我已经报咗公安局噶啦。佢哋已经喺各地遍布关卡，通缉佢归案。任佢有三头六臂，都冇法子离得开广州嘅。只要佢一日仲喺广州，我哋就可以立呢个大功。梦影，李擎天今日又赞你啊？唔系噃，唔系咁开心。点解唔开心啊？我就快可以除咗我心头嘅大忌。姚立宗琴晚杀死咗人。佢杀死人？冇错，保安局而家通缉紧佢。我睇佢几难离开广州。他杀死了谁？安德的手下，这次他死梗。难道昨晚他昨晚你见过他？为什么你不跟我说？你回来已经醉成这样，我怎么跟你说？今早呢？为什么今早又不跟我说？今朝你早已经出咗去啦，我边有机会讲啊？攞嚟讲嘅，都唔知你同姚立宗又搞乜鬼？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你而家当我系咩人啊？你自己出边做啲乜嘢啊？你问下你自己啊！仲系怀疑我？枉我跟咗你咁耐啊，可以讲啲咁嘅说话嘅？梦影，算我讲错。
你到底知唔知姚立忠喺边度？唔知啊。我而家通缉紧你啊！食咗饭先。佢仲四围设咗一关卡，要捉你添。我都知道我而家处境好麻烦，就算想走，都会好难。我帮你谂下办法啦。你帮我？以前喺佛山。容老爷喺度，可能仲有办法。但系依度系广州咧，估唔到名震一时嘅容沧海。今日居然作阶下囚啊！李擎天，你腰生肉实，唔使多讲，你唔使口硬，一阵你就知。庄臣先生，就系佢，入嚟，抽起佢。唔使，朋友，你放心。你只要聽住我去做，慢慢你就會覺得好舒服。莊臣先生，開始。朋友，你睇下我個錶啊，個錶好靚啊。你而家覺得四周圍都好靜，你只係聽到我把聲，我把聲等於你靈魂。我叫你做，你就要去做。我而家問你，你係咩人？佛山。有冇見過一張地圖？有。嗰張係咩地圖？一張中國地圖。張地圖有乜嘢？我見到有人學玩攝魂大法。你啲咁嘅催眠術都未及我哋中國攝魂。庄臣先生，点解佢咁噶？佢而家意志好坚强，我睇我哋问唔到佢乜嘢。公公，不如另外想办法啦。犯人真系麻烦啊！系咧，佢又唔肯食嘢，我又唔俾佢死得，而家都唔知点算。庄臣先生，唔该你帮下个手，想下办法啦，好吗？好。李生，我可以介绍个医生俾你。吓？佢可以同佢打啲营养针。就算佢唔食飯啊，都唔會餓死佢啊！係喎。
约翰医生，他几天都不吃东西，你看怎样，我不想他死字。他是这家发间潮，我密切。医生，就算他醒了都不肯吃东西，怎么办呢？不要紧啊，我可以送他打几针，维持生命啊。医生，出去准备啊。容沧海，我看你都不要那么厚颜了，以你的年纪，不挨得几多次刑的。容沧海，告诉你，你的好朋友姜铁山已经回到山东了，到时在那边他自身都难保，怎会来这里救你呢？况且你的仔容宽现在还在慈恩寺呢。慈恩寺即是死剩一个一笑和尚，就算你的仔承受了他武功都奈我不何啊。这口针打下去，你不吃东西一样不死得的，我话咗要你求生不得求。等你出了身汗，那你要睡得舒服一点。我不想练功，我想落山。阿宽，本来你的武功进步得很快，可惜你被杂念拖累了。如果你不是成日想着落山报仇的，以你的武功，你的资质就不像好像现在这样。意思吧，咁我而家嘅武功系咪好差？咁就唔讲得。你阿爹曾经教过你八卦左棍、姜铁山嘅夺命锁喉枪、苗一岳亦都提点过你，再加上你喺慈恩寺学过嘅武功，已经比上山之前好咗好多。咁我而家嘅武功，即系可以同李乾天比啦。傻仔，宇宙万物无一为最，一个人喺宇宙又算得系乜嘢呢？况且苏东坡曾经讲过，人系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况且强中自有强中受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你要学嘅嘢仲有好多好多。阿宽，你仲系谂唔通？你今晚就喺度静静地谂一谂我头先讲过嘅嘢。咁你就知道以後應該點做。阿彌陀佛。我想跟你讲啊，咩事啊？应该系话有件事，我想同你商量。到底咩事啫？我想你帮一个人。边个？
你今日做咩啫？我想你帮姚立忠离开广州。咩话？你要我？如果离开咗广州嘅，咁即系话你以后大家少咗机会见面，亦都少咗冲突。唔得，我点都唔会帮佢噶啦。你真系咁憎佢？冇错，我宜得佢即刻死喺我面前。好啊，如果你唔肯帮佢嘅，咁由我带佢离开呢度。你同佢走？我唔系同佢走，佢喺呢度就得两个朋友。如果连你都唔肯帮佢嘅，只有系我。女人之家，你凭咩可以帮得到佢啊？我唔知，我只系知道尽得做朋友嘅义务。我唔准你咁做。好啊，咁你帮我搞紧通行证啊。姚立忠而家喺边度？唔知道。好，不过我有条件。咩条件？到时我自然会同佢讲。好啊，只要你肯帮佢就得啦。立忠，立忠，你嚟咗？清文帮你办张通行证啊！佢喺出边等紧你啊！你点解唔开心噶？佢帮我，你唔信佢啊？放心啦，佢唔会害你噶。好出去啦。清文，真通行证呢？喺度。睇住。立忠，我俾你都得，不过你要应承我嘅条件。咁你有咩条件？我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你离开咗之后，今生今世都唔能够再见梦影。虽然我哋分开咗嘢，但系我哋仍系朋友。你有咩权俾我哋见面？梦影系我太太，我有权咁做。点解你要咁做啊？冇。我唔希望我太太见啲我唔中意见嘅人。你一早就应该咁做啦。第二，我以后做任何事，我唔要你干涉我。李清文，简直混账！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你唔好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啲嘢。如果你再唔回头，继续做埋啲对唔住国家嘅事。我一日唔死嘅，我一日都会嚟。唔通你唔想我去通行证？纪清文，通行证嘅事我从来都未求过你，你有权俾我。清文，你唔好咁啦，俾通行证我。立忠，立忠，你揾机会走。梦影。立忠，我希望我哋今生今世再冇机会碰头。梦影，我哋走。小心啲。姚立忠，我通行证都未必走得甩嘅，你嘅样而家几狼狈得嘅。不如跟我翻去參加我哋南都會仲好啦！呸！認真卑鄙，我點都唔會加你哋南都會啊！姚立忠，你敬酒唔飲飲罰酒，咪怪我唔客氣。
有事呢？姚立忠，我通行证都未必执得甩嘅。你嘅样而家几狼狈得嘅，不如跟我翻去参加我哋南都会仲好咧。呸！真卑鄙！我点都唔会加你哋南都会啊！姚立忠，你敬酒唔饮饮罚酒，咪快我唔拍戏。你真系立忠有事咧？唔会嘅，我俾咗通行证佢，佢唔会有事嘅。凤英，你信我。咁睇得起你，估唔到你食碗面反碗底。李公公，我唔明白你讲咩喎？你仲好意思问我？你估我李擎天系三岁啊？李公公，我真系唔知道你喺度讲紧乜嘢啊！好啊，我等你死得眼闭啊！安德，在，你讲俾佢知。知道，青云，你今晚去见过边个嚟啊？嗯，暗中帮姚立忠办通行证，仲带佢离开广州。等到安德大人去捉佢嘅时候，你居然就暗中放咗佢。而家我先知道你就系内奸。李公公，你咁讲真系冤枉咗我啦，青云。你仲好意思讲冤枉嘅？安公公，你有冇听过欲擒先纵？我帮姚立忠攞通行证，只系我计划嘅第一步。计划嘅第二步就系等佢过关嘅时候将佢捉住。点知你又派人捉佢，佢边度仲敢攞通行证过关啊？我嘅计划完全俾你破坏晒啦！青云，你而家咁讲，简直系强词夺理。哼，笑话！我同姚立忠嘅过节，大家都知道，已经到咗水火不容嘅地步，我啊点会帮佢走呢？好啊，呢点算系你讲通咗。由今日起，若非青云。你两个唔需要再打你赌馆同埋茶庄嘅事。李公公，咁我哋做咩？你两个专责追捕姚立忠。系。安德，在。容沧海嗰边点啊？佢仲系死口不招。养老前辈，其实我一向都好敬重你。而家睇你咁嘅情形，我都替你难。你谂下，你有儿有女，
仲需要人提携嘅噃。唔通你为咗一张咁嘅地图难为自己咩？如果你肯画咗出嚟，我答应马上放你，你咪可以在天伦之乐咯。安达，你满口花言巧语，都系徒费唇舌嚟啫。我容沧海只扣一时，咁样做正好鼓励我啲儿女担高头立志做人。你走啦！岂有此理，简直不识抬举。沧海嘅老顽固太岂有此理，奴才该死。跟上嚟。容沧海，你我在武林齐名，我敬重你是一名好汉，所以不想在你身上用刑。如果你再执迷不悟，就咪怪我手下无情啦。我入咗嚟呢度，早将生死置诸度，又何在乎一啲痛苦？我只求一死。你休想图谋伏辟，混账！未见棺材你唔流泪啊！打！为心所痴，为心。